忙里走，忙里看，百年老汇，中华老字辈，城市多老家，一路有哪不好都先问。怎么进去？花钱进去啊，咱们。一会儿不够了，请你补啊，我不管啊。
走来。26、27。齐了。齐了。行。是二十七张票吗？是二十七张票。Thank you.
方便。
电冰柜。那家里的电冰柜是怎么开的？上下开的，按理说它应该叫电冰箱，那为什么是颠倒的叫呢？其实就与这一种文物有关，因为中国呢早在3000年前就有发明出来了这古代的冰箱，在当时呢被称作为是冰鉴。1929年的时候呢，西方发明了电冰箱，20世纪30年代传入到中国，所以当时呢我们中国人看到这冰箱呀，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只不过就是用我们古代的冰箱，它呢用电来工作，因此就沿用我们中国的古称，把它冰箱前方给它加了个电子，叫它电冰箱。但是没想到后来呢，冰柜又来了，按理说它的形状才是应该叫电冰箱的，但是它的名字已经被人叫占了，提前占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它只能叫电冰柜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冰箱和冰柜的名字叫错了有90年的原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身后，这有一个入口，稍后进去的就是我馆的八角凉亭，也是最为独特的一处景观。历史和媒体呢，这里是。我们也跟着旅游团走。这儿适合拍照，我发现，是吧？Thank you.
过年夜儿。出去啊！刚刚搁那拍个夜景，这夜景是夜景在里边好看，在外边好看啊？夜景在里边好看吧？那你就等一会儿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在里边先拍。上哪儿出去啊？都整一个洞。